大家好，我是卓芝，今天要去朋友帮他执屋，现在就去执齐法宝先，一阵间就试下用九样法宝帮他执整齐个厨房啦。现在出发。喂，唔该晒，卓芝，帮我执屋入嚟啊！睇睇个环境先。你见啦，呢度就系好乱噶啦，今日靠你啦。哇！哇，咁乱嘅，好危险噶喎！啲刀就咁随手放咗喺盘入面，其实可以用陈列架将佢放好。咁见到边把刀就可以即刻攞出嚟用啦。砧板成日都接触到生熟食物，有好多细菌噶，尤其是喺呢啲刮痕，有好多污糟嘢噶。这个就抌咗佢啦，我已经买咗新嘅俾你啦。这个唔系一个普通嘅砧板，佢系用可生物分解嘅材料嚟替代木材。砧板用半年就要换一次噶啦。用的时候记得要注意生和熟食分开切。哇，这里这么多煲搭在一起，很易打烂的。我已经买了两个新的给你了。它可以一煲两用，随意更换两个煲的煲盖，就可以做到高速煲和双耳煲的效果，省下很多位的。哇，这里搞什么？每天煮完饭都要清洁，如果不是就会有很多污渍，一起用清洁三宝抹下它啦。沙发只是抹下会累积几千万只尘螨的，最后帮你清埋个沙发啦。要用吸尘除尘螨机才会干净的，这部机有 UVC 杀菌紫外光灯，杀菌除尘螨达 99%。 虽然这些清洁用品很容易可以去到污渍，但是大家平日都要 keep 住做家务，清洁的时候就不用那么辛苦啦。唉，搞定，噔噔，整理的，劲保温的一个。哇，多谢啊！